去年有2到3位的毕业的学长，那今年也补进了4位好手，那这个也是都是各个高中里面的一些翘楚，所以我也期待他们在新的赛季新的一年新年的那个大专杯能够有所好的表现。我觉得我们投手战力非常的好，因为我的学弟跟我的同学今年的状态都调整得相当不错，然后在不管在练习赛还是大大小小比赛都投出很优异的成绩。前六棒都是算是得分的重要的人物啊，然后后半段就是负责助攻，然后做一些战术之类的。报名的每一个比赛，我们目标都已经是冠军。以学长的身份带领学弟，然后打这个比赛，就是心里需要顾虑的东西还蛮多的。然后今年的期许跟目标就是能为学校拿一座冠军。目标当然还是冠军啊，对，因为去年觉得可惜没有打好。那我们希望就是今年重新开始把今年的比赛所有的赛事一场一场都把它打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